高招啊，冲啊，快点！好，这边先上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弹头人，我完全……等一下，我刚完。Hello， 各位观众好，我是啊，好，继续来玩 Fall Guys，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三集了，哇，我没想到拍到第三集耶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这个衣服有没有哥看到？这个鸽子的造型已经全部拿到了，总算是变成一只完整的鸽子了，这样感觉上在天空飞的感觉，自由翱翔的感觉是非常的美妙啊，没有吗？好，我觉得没有。然后现在来到第一场是障碍狂欢，哎，我这次真的要认真玩的啦，我觉得这次不认真玩不行，我已经。玩了好几场，然后都没办法再到那个皇冠，都是差一点点。对，每次都差一点点。那至于为什么差一点点呢？很多原因都是因为外挂，所以就真的是很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游戏原来最大的难关、最大的困难是遇到超能力者，是不是？好，上次遇到超人，各位应该记忆犹新吧？那这次拜托不要再遇到外挂了 ，please， 不要再遇到了，不要再遇到了。好，我们过去跳。哎呀！上一次好像也是在这边栽到，对不对？我好像有跳成功过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有。好，继续第二阶段，这个转转转转，叽叽叽叽，有没有非常多的那种肥肥胖胖的人挤在一起，非常疗愈，对不对？叽叽叽叽叽，叽叽复叽叽，哎呦，引起师来了，哎呦，赶快开，赶快开进去哦。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线性的啦，就是这个障碍赛，我觉得是最直接的、最直观的，就是一直线，然后一直过过过过。然后后面落后的人呢，基本上就很难再扳回一城了啦。好，差不多了，你看这么多人，马上蜂窝式的挤进去。好，不是蜂窝式，蜜蜂式的挤进去。哎，鱼贯入场，像沙丁鱼一样。好，来了，赶快走啦！哎，21个，你看增长之快啊。好，第一阶段应该没什么问题啦。加油，各位，加油！剩三个，剩两个，哎，剩一个，好，结束了。好，这一关呢，其实我还蛮上手的，应该是说第一个关卡其实大家都还蛮上手的啦，还蛮简单的，像跷跷板啊这种障碍赛啦，就是要大批淘汰人的啦，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，好吧？好，最难的应该是后面那几关啦。来吧，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是什么？不要分组了就好了。追尾大战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不是分组的，这个是，诶，是分组的，对。四小队，然后尾巴不要被抢走。这个其实，哎，我还好啦，对，这个要谨慎小心就好了。不过我希望开局不要尾巴，我好有尾巴没办法。一开始我就开局不要尾巴会比较好的原因，是因为就是压力比较不会这么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到后来再抢到就好了。那像现在我要保持一分多，然后不被抢很困难，好不好？好，走了，同队的有尾巴，哎呦，在那边，哎，他有尾巴，我想太多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抢回来。抢回来，耶！怎么样？我觉得黄色的非常吃香，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就是一套了。尾巴是黄色的，然后呢又是黄队的，接下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套装，好不好？你问我套装怎么了？哎，套装有加成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好，抢不到，抢不到，我现在经常躲在角落，然后伺机而动。哎呦，很悠闲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要抢我尾巴？哦，不是，他有尾巴。好，两个人那边避难。哎呦，蓝色的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呦，我抢到了！可恶，我要抢回来，我要抢回来！可恶，这个灰色的，哎，这个灰色的感觉跟黄色一半蛮配的。偷袭，偷袭，耶！当他跳去那一瞬间，发现他尾巴没了。好，走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哦，这边没问题，这边都有尾巴的。哦，那红色没尾巴，你走了，剩51秒。哎，这个时间可以再过长一点吗？可以再快一点吗？有点慢呢。我们队上有六个人了，五个，应该是领先吧？对，现在是黄队比较糟糕一点。对，然后哎，换我们了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们班不是领先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哦，哦，进去，好，不要，哎呦，他没看到我，还好，好，差不多了，剩20几秒了，再撑着点啊，各位，完蛋了，我们现在是我们这队怎么回事？我们这队尾巴那么少。我是其中之一耶，剩三个人啊！糟糕，四个人，红队有危险耶！还有黄队，哎、欸，我被偷了，偷回来，赶快走！哎呦，真的好惊险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再过去，差不多了耶！哦不，
不是夜，是不，我们上上。天哪，你看团队合作就是这样，被拖累到，所以就会输，好吧？这局输了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对，太快了。好了，让下一局好了。好来，第一关闯门冲关，这已经是新的喽。对，是第一关，已经重新来过了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其实很简单，这关卡就是撞门嘛，然后呢，让别人去撞就好了，就是让先行者、拓荒者去撞。我只要保持在中段就行了，所以我这种是观望型的，应该很多人都是观望型的吧，就让别人去撞嘛，撞不到之后呢就知道哦那个门是假的。好，来吧，开始咯。好紧张，超紧张的，冲啊各位，先撞，应该不是我冲哦，看到了，这边都可以，是不是就这样就好了，只要不要保持在后段就行了。哦，牙齿飞掉了，哦可以，我们要继续跟着撞，哎，挡路挡路，这个牙齿很挡路，继续继续继续，赶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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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撞掉了这个障碍物，其实也算是可以阻碍别人哎，是不是？好恐怖哦，有眼睛。好，中间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只有一个门可以开吗？所以我觉得拼运气要撞的人其实真的蛮伟大的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真的不见得能撞得到，然后没撞到的话呢，就浪费很多时间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我前几名呢？就是这样观望就可以了。好，第四名，哎呦。应该有人就莫名其妙说谁把我撞到终点，天哪，运气也太好了吧。好，这个速率很快。好，结束了，这直线型的其实结算都很快啦，就是应该说这一局呢很快，所以马上就结束掉了。好，再是第二局，看一下。好，第二局是什么项目勒？是我们的囤货狂人，就是球累积在自己区域的地方。哇，真的蛮讨厌玩这种游戏的，就是组队类型的我真的都不行，我真的觉得太雷了。如果被雷到的话，你真的会很生气。但是这个是其实运气大于实力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策略可以玩，不见得是要把球囤在自己这里。比方说我们这边只有一颗，其他有一队也有一颗。你可以去那个一颗的敌队那里把球踢给最多颗的，也能赢。玩法算蛮多变的啦。好 ，OK， 你看像我们现在的球就是零了。哎，我们最糟糕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，好，我们现在有一颗了，至少有一颗是不是？一颗可以做纪念。好，等一下踢回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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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回来。好好，飞扑，飞扑。好，现在有两颗。其实这个游戏呢，没有玩到最后都不知道是谁赢谁输啦，有时候一开始领先不代表你就是领先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，哎，我现在是金色是不是？玩到后来才知道我自己是金色，哎，我以为自己是蓝色，哎，好，分心了，分心了，不行不行，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们金色两颗二比二，现在还非常的惊险，然后输了是不是？现在已经2322232，好，继续进去推推推推推，没有人理我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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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耶三，好，再推进去一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好，这边有两个红的在捣乱，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是不是？好，继续推，继续推就对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保持三颗了，耶、yeah! ！再来拦截掉这一颗，耶、yeah! ！剩15了，好，剩14秒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加油，再撑着点。啊！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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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很危险，刚非常危险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5秒，4分，我们4分了，赢了，我赢了啦，是不是？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哎，没有那么简单的，其实是靠运气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然后接着下一回合来看什么？我其实不太喜欢玩组队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组队就是运气的这个成分又更大一点了，对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队友呢什么时候会雷你一下。OK， 好，下一局。好，下一轮项目是什么嘞？其实很多关卡我蛮不擅长的啦，就是那种一个叫什么？糖液呢会一直上升，那个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。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过圈圈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过圈圈这个我还算蛮拿手的，之前在马戏团打工的人应该都能很轻松的过这一关呢、啊。没有人会在马戏团打工好吗？重点是没有人会在马戏团打工，然后还在那跳火圈好吗？好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对一分而已，只有我得分吗？不是吧？糟糕，完蛋了。完蛋了，我们输了，我们输定了。不飞扑，这个，欸、这个子弹人，这个子弹人怎么回事？卡在这里，你看，就是我中猪队友，都不动，怎么回事？动一下，
完蛋了，我是要靠自己的啦。啊，你看还不动，挂在这里耶，挂在这里不会是外挂吧？好，不知道，管他的，现在已经领先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竟然领先了，在一个不动的情况下还领先。好，二十分，我过几个圈圈再过。哎，这个不能过，哎，这个很难过，那怎么过？从上面跳下来吗？应该是。好，好，再过去这边，好，观望一下。有时候不要一直移动，因为有时候一直移动的话呢，原来圈圈又回来了。对，好，也太久了吧？糟糕，二十一、二十六、二十七，圈圈嘞？这里过，撞到，好，这边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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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过去，三十四。哎呦，我们过圈圈过很快，可以哦，三十五、三十六，快点过，三十八、三十九。哎，还有三十几秒了，这很难讲过啊，差一点。嗯，等一下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嘿，好，四十六了，哇，超强啊，我们这一队的，我们这一队真是遥遥领先吧，可以这样讲吧。哦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啊，没过到，差一点。好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耶，五十二了，甩开一条街了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过去过去，五十五，这边。哎，不见了，这边，耶，五十八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啊！虽然一开始呢没有赢，但是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后来呢？后来居上，还不错。好，下一回合。哇，这刷掉蛮多人的，剩18个人。18个人是决赛了吗？决一死战了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18个人还很多。好，下一轮是什么嘞？紧张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刺激。是登山比拼。最后一回合吗？好快，18个人抢赢冠军吗？也太难了吧。好，很难讲。对，还没到终点，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嘞。皇冠我来了。皇冠我真的要来了，这次第一个第一排的，这是个好兆头。高走啊，冲啊，快点！好，这边先上去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弹头人，我完全……等一下，我刚完全没看到任何人飞啊！这个游戏最大难度就是遇到超能力者，而不是游戏本身的难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以上就是玩 Fall Guys 的影片了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追踪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下方小铃铛、iTunes 也别忘追踪我。我上来，下期见，拜。